法师请坐，大家请坐。缘起善巧，最重要的是给我们说明生死轮回的道理与事实真相。学佛，无论是修学哪一个宗派哪个法门，对于这段事不能不知道啊，这是属于宇宙人生真相。佛告诉我们，三世十二缘起啊，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一个人经常讲的一个有情啊，这举是一个人，一个有情众生啊，有情众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动物啊，流转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缘起啊，这说明任何一个众生他有过去，他有现在，他有未来啊，叫三世因果啊。啊，那么三世因果呢分十二段来说明啊，那么这个就叫做十二缘起啊，或者叫三世十二因缘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把它的这十二个名词要搞清楚啊，最好啊是你能够把它记住啊，这也非常重要啊，总要能把它搞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对自己修行，对别人介绍，你一点都不迷惑。这十二个名词呢，第一个是无名，第二个是行，第三个是色，第四个是名色，第五个是六如啊，第六个是粗，第七个是受，第八个是爱，第九个是取，第十个是有，第十一个是生，第十二个是老死啊。那么这十二个名词要记住啊。佛给我们说，在大乘教里头，这个心的翻译啊，这个心旧啊，是从玄奘大师说的啊。玄奘大师以后翻译的叫心译，玄奘大师以前的叫旧译啊。这个佛门里面常讲心译旧译，是以这个为标准。那么心译呢称为十二缘起，旧的翻译叫十二因缘啊，实际上他是说的一桩事情啊，就是心旧啊这个译法的时候由于小的这个差别啊，
这缘起就是因缘。那么又单名啊，称为因缘观。啊，那因缘观就是辟支佛，啊，所以支佛观，啊，也称为支佛观，辟支佛，是为辟支佛之关门。啊，关门就是他修行的方法啊。这个观前面跟诸位讲过，止观。啊，说一个字，说止，止里头就有观；说观，观里头有止。啊，止观是分不开的。啊，止是放下。啊，观是看破。所以张家大师教导我的时候，我以后啊，起入佛门之后，我对他老人家那种教学的善巧方便呢，非常佩服。你想想看，我这个初入门，什么也不懂，啊，居然问出这么一个大的问题出来。他要给我讲止观呢，讲一个月，我都听不清楚，会把我搞得糊里糊涂。你看，他把它变一个名词，看破放下，看破观，放下是止。高明极了。对一代现代的知识分子要有善巧方便啊，意思是一样的，说法不一样，让他很容易理解，很容易接受啊，这叫善巧，这是真正高明啊。啊，所谓是深入浅出啊，说法你一定要叫对方听懂，一定要叫对方能够切入，那这效果就达到了啊。那我们跟他学习就是没有白跟了啊。那么这个十二条呢，就是说众生摄三世而轮回六道之次第缘起，所以玄奘大师翻作缘起啊。古来的翻译翻作因缘没错啊，但是翻作缘起呢，好像意思更浅一点啊，更容易理解一点啊，所以心就难移，合起来看了我们就明了这个十二个字是讲的三世，三世两重因果啊，佛在经教里头常说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啊。啊，我要想到我过去世当中干了些什么，这一生当中啊，我所受的果报就是。有因有果吗？你看这佛说的，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这事。那我也想想，我来生的果报在哪里？啊，我的果报好不好？佛说了，你这一生所造作的就是，这一生造作的是因啊，来世的因啊，啊，来世就感果报啊，所以。三世两重因果，过去生中造的因，这一生受果报，这一生当中造的因，来生受果报啊，两重因果三世。那么很多宗教里面都是二世观，只有经世
跟来世，他不讲过去世。啊，你像这个基督教、天主教，啊，伊斯兰教，都是二世观，啊，没有讲这个三世。可是我细细去看经啊，发现呢，他经里头真有三世。啊，所以我把这个经文的时候用红笔特别画出来，啊，那就是《古兰经》里说的，对，真主说的，那真主就上帝啊，真神呐，他说万物，我依前定而创造他们。那么上帝造万物，上帝造人啊，或者是给你人这一生呢享福，或者是给你这一生受罪，是不是上帝意思？不是，上帝说他依据前定，前定就是你以前所造的善恶，你以前造的是善，上帝这一生叫赐福给你啊，你就是享福的人。前生你要是做恶呢，那上帝就要叫你这一生要受苦啊，要受难，这不是有前世吗？我拿这段经文给他们看了，你们经典上讲有前世啊。你看这个古兰经里面讲六种性，基本的这个信条啊有六种。啊，这个六种第一个姓安娜，啊，那就是唯一的真神，啊，安娜是他们上帝唯一的真神，姓安娜，啊，姓天使，安娜所派遣出来的天使，像穆罕默德这些，这都属于天使，啊，就是上帝的化身，啊，要相信天使，啊，姓经典。这个古兰经要相信，信末日，这古兰经上讲的这个末日，啊，信前定，啊，这一条重要啊。前定就是你前生有啊，你前生有一定的，啊，那是因呢，你这一生像果报啊，啊，所以。从他经典里面去找，细心去找，啊，真的他也是有三世的，啊，所以上帝不使随便定哪一个人的吉凶祸福，啊，不是说我喜欢他，啊，他信我，我喜欢他就赐福给他，他不信我，我就降灾殃给他，不是的，前定，根据前定，这个说的有道理啊。啊，那么当然讲的最详细、最清楚、最明白的、透彻的，是佛经。啊，三世这个因果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讲的就相当详细。啊，那么第一个无明，无明是过去世无始之烦恼也。过去当中啊，你的烦恼习气，如果没有烦恼习气，你就不造业了啊。烦恼总而言之啊，佛把它归纳不外乎三大类：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啊，总不外乎这三大类啊。啊，烦恼的习气，因为烦恼习气，你才会造业。啊，这个造业就是第二条，行，
行是行为啊，行为是以过去世烦恼而造作之善恶行业也啊，所以行就是造作啊，造作有善有恶，这是业啊，所以无明是缘，业是因啊，这个关系要搞清楚。我们要用这个三代来去做比喻上，无名好像是祖父啊，行呢是父亲，下面食才是自己啊，这是果报啊啊，所以无名，因为无名才有行，因为行才有食啊，那个时就投胎啊，啊，所以跟投胎最接近的这个因，这个称为清净缘。疏远的呢，啊，那是再远一点呢，那叫做增上缘，啊，那个不是清净缘，啊，所以它有这个因跟缘，我们要分清楚。哪个是因，哪个是缘，哪个是果啊，因为有缘才产生这个业因啊，过去生中啊造作善恶的业因，那么现在呢，现在是果报啊，果报就是第一个是投胎啊，十依过去是职业而受现世受胎之一念啊，那么这个识是神识啊，我们中国人叫灵魂啊，在佛法里就称为识啊，谁来投胎了，他来投胎，这个识就是阿赖耶识啊，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啊，他就来投胎啊，投胎也要缘，跟父母有缘，没有缘你不可能到他那去投胎啊，所以佛常常讲啊，这个父子这个关系啊，四种缘啊，这四种缘是报恩的，过去生中啊我跟他有恩啊，就他对我有恩呢，我看到他生欢喜，我去报答他，那报恩来的来投胎的这个儿女啊，那就是孝子贤孙啊，前生带来的呀，你跟他这个父母对他有恩呢、啊。那么第二种呢，恰恰相反，是抱怨的，前生父母是他的仇人，这次见到之后的说，哎，他到他家里来投胎说来报仇的、啊、报仇小的时候一定父母非常喜欢，长大之后啊，他就不孝啊，败家子啊，一定搞得你家破人亡啊，无论是有意无意的业力在牵引啊，这个很可怕了啊。第三种啊，是讨债的啊，父母过去欠他钱，欠他钱，他来讨债啊。你看到你生到你家去了，啊，你好好的照顾他养他，也挺逗人欢喜的。两三岁啊他死了，这是什么欠的少的，你在他人用的心血花的钱，或完了他讨完了走了，如果债多的呢，大概到个一二十岁啊，你比如你培养他好不容易啊，栽培他到大学毕业啊，拿到博士学位了
啊，正可以踏进社会了，他死了，他走了。啊，你所用的那些钱呢，他讨完了，讨完了他就走了。他跟你们有别的关系，他就是讨，叫讨债鬼嘛。第四种叫还债的，还债什么呢？儿女前生呢欠父母的啊，所以这一生来，他要去赚钱，养活父母。如果他欠父母欠的很多，那他供养就很丰富啊，这个父母什么都不缺。如果说他欠的少，啊，欠的少啊，他对父母生活能照顾啊，没有丰厚的供养，啊，我们细心在这个社会上观察，你都能看得出来呀，啊。哎，你看到这些小孩，他是来讨债的，是来还债的，是来报恩的，还是来报怨的？啊，所以现在有很多做父母的来跟我说，儿女不孝。不好教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自己也能晓得。我们是不是生生世世对一切众生不施恩德啊？如果果然你心地善良，不施恩德了，那你家的孝子贤孙就多了啊，都是来报恩的啊。如果我们起心动念呢都是损人利己，那你跟人家借的是冤仇，你的儿孙是来抱怨的啊。所以人决定不能够有邪念，不能够想占人便宜啊。你要知道占不到便宜的，你占到便宜你将来要还他了啊。佛法里头讲得好啊，啊，你像这个吃肉的时候，啊，佛讲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你吃他半斤，你将来还他八两，这不就这么回事情吗？哪有那么容易的？啊，你吃了他，你不还他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欠债也是如此啊。啊，你今天想尽方法的时候，把别人的财产谋到自己手上去了，啊，就你来生还要还他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！啊，所以怎么可以随便的夺别人的财产，随便的去害别人，不可以的啊！纵然是世间法律，你有方法能够逃避。去钻法律的漏洞，因果逃不掉啊！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孝子贤孙少啊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现在的人不懂得布施恩德，啊，不知道以善心、诚意啊待人，啊，原因就在此地。所以今天我们提倡这个教育啊，我常常讲啊，在这个国际会议每一次我一定会说的啊，因为每一次参加这个大会的这人不一样嘛啊，我都是讲啊三种教育啊，可以能化解冲突啊，可以能够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平啊，这个世界本来是安定和平的啊，所以我不讲促进，我讲恢复啊。哪三种教育呢？第一个是伦理教育，第二个是因果教育，你人要懂十二因缘讲因果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怎么可以用恶的念头对人？绝对不可以的
啊，你知道事实真相了，你会跟一切众生结善缘。啊，我常讲了，我有同学跟在身边同学的时候都知道，蚊子来咬我们，啊，蚊虫来叮我们。你想想看，他为什么要叮你？还不是饿了想吃一顿饭吗？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那你要是肯布施呢，你就供养他，啊，你就让他吃，吃饱了让他自己走，啊，他没有犯死罪呀，你一巴掌把他打死的时候，你就跟他结了怨了，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。那你要晓得将来说，哎，他要变成人了，你要变成蚊虫了，哎，你去盯他，他也一巴掌把你打死，冤冤相报啊！啊，你不肯布施，把他赶走就好了，他不犯死罪呀、啊。为什么要杀害他了？啊，连蚊虫蚂蚁你都知道爱护，都知道帮助他，不伤害他，这叫慈悲。这个叫不施恩德啊，不杀生不吃肉啊，无微不施啊，果报健康长寿啊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，为什么不修布施呢？他说我没有钱，没有钱就更要修财布施，为什么？你将来财用不缺乏了。那你要不肯布施的话，生生世世穷，一世比一世穷困，那多辛苦啊！啊，那么我们如果是没有遇到好老师，没有遇到佛法，怎么懂这个道理？啊，伦理的教育教人做好人，不是教人去做大官，不是教人去发大财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做官发财要有命啊，就像前生定的，你前生没有修啊，你这一生得不到啊，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，啊，但是你只要做好人。好人你肯修肯学，种来世的因啊，我这一生修因，来世就有好的果报啊，果报不要在这一生想啊，这一生修好因，这一生做好人，这是伦理的教育，因果的教育啊，究竟圆满呢，是宗教的教育，唯有宗教教育才能把宇宙人生真相啊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啊，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情啊，所以你看看啊，不明原心啊，这是这两条过去生中的因啊，过去式的。那这一生得的果报呢，从行到出啊，这个从食到受啊，从食到受，这个五条是果报啊，食啊以过去世之业而受现世受胎之一念啊，这个遇到缘呢，父母是缘，就是刚才这四种，只要有这四种缘一遇到之后，他那个一念生起来就入胎了啊，就做胎了啊，这个我们讲投胎啊，就是这么回事情啊，啊，不是有什么人主宰，鬼神主宰啊，啊，阎罗主宰，没这回事情，是你自己一念
啊，跟父母有缘，啊，动了一念，啊，这个一念就是烦恼起现心，他就堕胎了。这个念是什么呢？爱欲。啊，下面一个叫名色，名色是在胎中，心生渐渐发育，这个名称。啊，名就是它是活的，色是物质。啊，它在母胎里面是一块肉，但是这块肉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它慢慢在长，啊，渐渐长成一个人的样子。啊，所以人的形状完全长出来了，就叫六畜。啊，叫六畜。啊，六畜呢就是六根，啊，眼耳鼻舌身，哎，它都长成了。啊，慢慢的这个六根通通具足了，它就出胎了，啊，就出生了。啊，所以从这个胎儿啊，啊，这个眼耳鼻舌身的时候形成，一直到出生，到出生之前，都叫做六畜，啊，这名称都叫六畜。下面呢，畜，畜，这个讲法了，这是从前的一个说法，畜是什么？他一出胎他就接触外面境界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畜应该是出胎。出生他的六根眼耳鼻舌身呢接触母体外面的世界。啊，他有感触啊，你看一生下来他就哭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痛苦。他在母胎里是个生活环境，离开母胎的时候是另外一个迥然不同的环境，啊，他受不了啊，所以他很痛苦啊，啊，他要慢慢的习惯，啊，习惯这个母胎外面母体外面这个生活环境，啊，太习惯，啊，所以小孩出胎的时候没有不哭的。啊，那个哭的声音你仔细听啊，哭啊哭啊，对，叫苦啊，来到这个世间就要苦一辈子啊。你看到哪一个小孩一出生哈哈大笑的没有啊？所以你从这些现象去看，细心去观察，你就了解啊，人生确实是苦啊。所以说粗，粗是接触，从出生一直到老死，哪一天不接触呢？啊，接触外面的社会，啊，接触外面一切人事物，啊，这是畜啊。啊，底下一个是兽，啊，兽。从前是六七岁以后，现在这个寿啊提前了啊，这我们很清楚就看见，在从前确确实实六七岁以后啊，渐渐对一些事物识别苦乐而有感受了啊。现在我看呢，聪明一点的，一岁他就有寿了啊，一岁的两岁的小孩啊，就能够察言观色，厉害啊！从哪里学来的？在我想的时候，从电视学来的。你看，他一出生之后，还睡在摇篮里面，啊，天天看什么？天天看电视。啊，父母没有教他。
电视在教他，他从电视里面学到很多东西。虽然他不会说话，他不会走路，他心里很清楚很明白。这个大人一举一动他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，他有反应。你只要从反应里面就看，你就知道他瘦啊，他有喜欢有讨厌啊，他有苦乐那种感受啊，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啊。那么瘦从能有感受起，也是一直到老死啊。你天天都在瘦啊，啊，生活里面你在瘦，工作里头也在瘦，处事待人接物我还在瘦。啊，瘦的是什么呢？佛给我们讲的五大类：苦乐忧喜舍。啊，你一生所受的，总不外不出这五个字。身有苦乐，心有忧喜啊。当你这个苦乐忧喜暂停的时候叫舍啊，总不外乎啊这个五大类嘛，所以叫五受啊。从食到受啊，这个五个位次是果报啊。啊，这个里面你投胎啊，你来投胎，佛法说得很清楚，影业过去生中所造的善恶引导你来投胎啊，不是别有主宰啊，啊，确确实实是像古兰经上的说，这个真主是以前定而给你啊，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以前定的啊，这个佛法讲得很透彻。过去生中曾经持五戒，曾经修十善，五戒十善引导你到人间来投胎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，引导你。那么你这一生苦乐忧喜舍呢，那叫满意啊。所以我们到人道里面来，影业是相同的，满业不相同啊。满业就是过去生中啊，你所做的一些善恶累积的，所感这一生的果报啊，这一生呢苦乐忧喜舍的果报。因此呢教育就非常重要了啊，所以中国人懂得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教育啊可以帮助你改善你过去造的这个恶业，造的太多了，这一生当中啊你要受苦啊。如果你要有很好的教育觉悟了啊，这一生当中要把习气毛病改掉啊，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啊，能把自己命运转过来。你看了凡四训就是很好的例子啊，于敬义先生玉造神迹都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啊。这个于敬义玉造神迹啊，现在有同学把它拍成电影连续剧啊，这个剧本呢送到我这儿来，我看过，写得很好
啊，我只略略的给他改了一点，啊，他总共只有六集，啊，我想将来诸位都能看到，啊，于敬义的那个改过，以及他的果报，比了凡先生还要殊胜。这是告诉我命运有没有，有定数，前生造的是定数，但是你要晓得定数之外还有个变数，变数是我这一生所造的，啊，过去生中造的恶多，这一生当中不作恶专做善，我这今生的善呢，足以把过去的恶统统盖过，那你就是有善无恶了，你的命全改了啊！你看，我们看了凡先生啊，他改过的这个效果啊，他每一年的收入增加了啊，就财布施增加了，聪明智慧增长了啊，每一年考试，孔先生给他算命，算的这个每一次考参加考试名次。啊，都没有错啊！遇到云谷禅师，知道改过自新，啊，拼命努力修善，再去参加考试，那个名次提前了。啊，有一次孔先生给他算命，他是第三名，结果他考的时候第一名，啊，提前了，效果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人要真正懂得因果，就应该努力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创造自己崭新的命运啊，这个才叫总聪明人呐，这叫有智慧呀。啊，那么到这个地方，这就是这个一重因果啊，两世一重因果，过去现在，过去的因无明心是缘因缘，今生的是果报。可是这一生当中呢，我们还会造作啊，所以叫造业。造业，这用三个字就通通包括了。爱取有啊，爱这个解释里都是十四五岁以后生种种强盛爱欲之位，现在这个年龄提前了，大概十岁呀，就有很强烈的爱欲了，甚至七八岁的时候，这个强烈的爱欲它就现前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教育。啊，现在人从小就叫他自私自利，啊，西方的教育，啊，从小叫什么呢？竞争，好像不竞争就不能生存，啊，从小叫竞争，竞争就是有我就没有你，啊，所以观念上都是损人利己啊，这个造恶业啊，我们晓得竞争升级就是斗争啊，斗争升级就是战争啊，所以这种教育的理念是死路一条啊，
所以我们回想到中国古圣先贤教人，从小叫什么？叫让，啊，叫尊重别人，啊，事事懂得忍让、礼让，啊，他是和谐的。儒家讲礼，礼的精神，自卑而尊人，自己谦卑，尊重别人。啊，这都是跟西方这个教育理念完全相反。啊，我们要细心去想想，啊，我们传统东西好，还是外国东西好？你要想清楚啊。关系你这一生的幸福，关系来生的果报。啊，所以我们确确实实相信啊，三世因果。所以这个爱欲的念头、欲望念头生起来了啊，有这个欲望呢，他就要取啊，就要夺取啊。现在不是成人以后啊，现在青少年就是这样子啊，爱欲欲深啊，痴取住境，求取所欲之位。啊，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啊，现在的新名词就是跟人家竞争。啊，一定要战胜。啊，一定自己要赢得。你赢，别人就输了。不知道啊，这个东西里头有命在里头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争取得到的。啊，所以说是命不能不相信。啊，那有取，取就是造业。啊，后面就结业了。有。以爱取之烦恼做种种之业。定当来之果位，这个业是什么？阿赖耶识里头结业。这个业就像我们这一生讲前世的行一样啊，这一生我们做的爱取是属于无明，爱是无明啊，是迷惑 啊想样样都想占有，这是造业啊。业怎么？业就感来生的果报啊，是业前后有啊。哎，你又有来生的因缘，你有了来生，啊，所以爱取有跟这个生老死，这是这一生造的业因，感来世的生跟老死，啊，你看佛用这样简单方法。把三世因果跟我们讲清楚，讲明白了。啊，辟支佛就是在这个地方领悟的，晓得这是什么？无量劫来生死轮回不断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。啊，那怎样脱离轮回呢？就在爱取有上下功。真正能够放下爱欲，
不再贪爱了，啊，喜欢的不贪爱了，不喜欢的不成慧了，啊，生活在这个世间，对于一切环境，人事环境也好，物质环境也好，统统以平等心看待，清净心看待，不迷惑了。啊，生活在这个世间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随缘而不攀缘，不取。啊，取你去造业。啊，所以攀缘就造业，随缘就不造业。啊，不要自己一定想我要做什么做什么，那造业，随缘。啊，所作所为呀，都是为众生。对，学佛的人是为两桩事情，一个是为正法救助，第二个是为利要有情，不为自己啊，没有自己啊，你不造业了，你这样才能够啊，了生死出三界。金刚经教给我们观法啊，就是教给我们改变这个错误观念啊。你看看他讲得很好啊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我们要常常想着这一句经文，提醒自己啊，自己起了一个不善的念头，自私自利的念头起来，把这个经文多念几句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多念几句，自己醒过来了，不再迷惑了。啊，要不要？不能要啊！啊，要了你就有麻烦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他老人家一生在世，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进道场？没有，一生。带来一个相当大的僧团，啊，常随弟子1255人，啊，在哪里住呢？树下一宿，啊，吃饭呢？托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释迦牟尼佛没有盖道场啊，这个要记住啊，啊。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供养的那些道场，临时的请他就讲经啊，提供啊居住的这个环境，讲完了就走了啊。佛出了家了，你要再建个道场，不变成又有家了吗？道场是十方道场的，不是个人的。啊，是给真正修行人提供他的方便。啊，我们提供他四世供养。啊，现在还供养道场。啊，供养个场所。啊，让你安心在这边办道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如果这个道场是居为私有，是我的道场，好了，你来生能不能离开道场？不难。但是这个道场里面呢，这是出家人，没有男女交配，你来生在这个道场投胎投什么呢？道场里有老鼠，有蟑螂，有蚂蚁，那这个有交配的，你来生在这个寺院里面去当这些东西去了啊？为什么呢？你执着这个道场是你的，你不肯放弃，不肯放下
啊，来生就变成这个东西。经教里头讲得很清楚啊，很明白啊。啊，出家人万缘放下了，啊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这个才有道理啊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，不能不读经，不能不听经，不能不修行啊！修行一定要懂得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啊！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佛的经论讲的不一样，我们就错了。要依照经论呢，把自己的错误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。这个不能不懂啊。啊，所以修行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。啊，那佛教我们要礼敬诸佛，要称赞如来。啊，诸佛呢，什么是诸佛呢？啊，诸佛有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。啊，过去、现在，经上就讲啊，未来佛是什么？未来佛是一切众生。我每一次上下楼梯，我看到都有许多同修在那里照顾啊，把别人都挡住让我先上下，这个对我好像是礼遇，但是对别人不公平啊。那别人要不要礼敬呢？他是不是诸佛？说是的，要平等啊，要礼遇，要客气啊，要通通都能照顾到啊，这样人家心里才生欢喜心呢。啊，如果一味着是自私自利，啊，我要走在前面，你们往后，这不好。这种行为是错误的。啊，希望我们同学要觉悟，要纠正过来。啊，对于任何人，平等对待；对于任何人，都要尊敬。啊，都要礼让，这样就好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